较熟，然后可以聊天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整个典礼其实时间还蛮长的，然后就可以互相彼此陪伴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拿过新城的一个新人奖，然后这一次再拿，已经隔了六七年，所以就觉得这次还蛮感动。小萱先生，你的打扮，我的衣服是下午才买的，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场面会那么大，所以我带的衣服稍微的休闲了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下午来彩排的时候，然后看到舞台那么大，后来我就想去逛一逛好了，看有没有什么比较上得了台面的衣服，后来就选了这一件，因为其他 size 都太大。我的情况也还蛮类似的，其实我们之前准备了一些衣服，但是可能都是其他艺人已经曝光过的，然后公司也觉得不太好，所以就是来活动之前，然后请朋友帮我借这件古董衣，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就绝对不会撞衫。